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个，就修理这个打火机。内部先讲火石拿出来。这个地方，把它转开来。然后用手把它转开来。我一直骑车。再把它的 packing 拿出来。好了，把 packing 拿出来。然后这个 virus。是小的 VARS， 就是我们要拿规格表过来。这个是这个，它是小的 packing， 它的 virus 是小的，所以我们确定是这一组 R2-B 这一组。然后我们将所有零件换回去原来的盒子里面。好，盖起来。去订购这一组。R2-B 这一组。收到 R2B 的时候，什么 B 的时候，收到1、4、6、
八十。有五个，我们现在开始来修复打火机。好像我会拿出一号。那这个，这个不要。旧的，拿掉。放到这里面来。大概就是这里。四号零件，好好的去，像这个。放进去，它要换这个。这个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Kevin.